手，是一份使命，也是一份荣誉，更是一份责任。未来学习的课程指导就要仰赖各位的老师，也恭喜老师，恭喜各位。现在我们的黄都学在于我们的老师代表摄影留念。好，我们这五位老师是代表所有的老师在接受我们的聘书，那当然每一位老师都有一份珍贵的聘书，它不只是荣誉，更是责任，也是要督促你得到这份聘书之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教学，好好的把你经验做分享。好，来，我们合照留念。现在在舞台上的是我们的黄都学，还有我们的林校长，以及代表我们的教师代表在摄影留念。好了，好，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恭喜恭喜我们五位的老师代表。